小姑娘漂亮的眼睛一瞪我更美了。我就喜欢跟奶奶聊天，真的她挺可爱。这个小伙子的形象也挺好的。夸我一句，谢谢奶奶。哎，真的，你形象，翻译，眉毛黑，鼻子高，哎，这个你是你就突然跨过我去了，哎，这个很好看，跨过去，哎，这个也很好看。哎，对了，你没有人家小姑娘漂亮，目前你也没有人家小伙子那么漂亮。你结婚了没？没，没，没有。我现在还在刚大学刚毕业。哦，他这找女朋友不好找极了，跟你说，但好找。女同学是追着他找的。啊，就那形象、那个体型呀，都挺好的，对不对？他又是个大学生。先把工作做好，先把工作做好。哎，对对，你说对了。有什么事儿你们多吩咐，就拿我当自己的孙子，然后随叫随到。哎，这多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对。以后满屋里面喊孙子，啊，叫叫叫。Ha ha ha ha!